散，叫喚我怕我迷失嗎？好想改變歷史，擁抱舊時，圖騰填密桌椅，堂堂傳電碼講怪事，多久不見尚好嗎？想開口，但我制止。從頭講，你或我始終一日汗。別慌，思海中色彩發光。一眨眼十年無緣目睹康莊，一眨眼最後成營役的一方。回放，我沒有一秒遺忘。曾描述我很勇敢倜儻，為何人出了狀況？劃破黑板對不上嗎？自那天心態千變萬化，我剩了尷尬和驚怕。